那是总冠军总决赛了，今天会产生这个总冠军，所以今天来参赛的就是冠军中的冠军，非常非常的紧张。没错，当然了，总冠军的我们的评审呢又特别的不一样了，男的可以说是风流倜傥，好，女的呢，女的怎么样？女的是美丽动人、活泼可爱、健康靓丽又大方的哦，个个都是评鉴美女的专家。我们第一位施文斌先生，李淑君小姐，邝美云小姐，好，第一位参赛的今天的第一周的周冠军。邱金敦，邱金敦同学，他今天要表演的是客家的歌谣，对，这个很特别哈，很特别。来，我们欢迎邱金敦的表演。评审介绍一下，金敦今年才12岁，相当相当的年轻哦，12岁呢。但是虽然12岁，他的资历相当深，常常参加比赛。今天的这个比赛对他来讲是小 case， 而且他每一次比赛阵容非常坚强。哦，举手举手，是他叫哦，后来给他加油。有一个男生帮你扛的那个古筝呢，啊，每一次来他都从你初赛一直到你上个礼拜都每一天都扛来，哎，今天怎么自己扛来？那个男生到哪去了？听说是你的男朋友。啊，他今天没放假啊，平常都是抽空放假，服兵役的时候呢是扛枪啊，抽空放假扛古筝啊，都是一切都是为了军配啊，真的是，他一定也在祝福你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，谢谢军配。妹妹，哎呦，史克伦呢要特别介绍一下了，他来跳一段非常非常的热情的艳舞，他自己说是艳舞啊，史文斌就艳舞，好，我们欢迎第三位的表演。口水已经快要流了，盯着人家看呢，人家趴下去来跟着他，他上来，他也跟着上来。
也很难评分啊。倪淑君跟邝美云现在窃窃私语，怎么打分数呢？相当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。谢谢史克伦，谢谢两位同学。好了，紧张刺激的时刻到了，对，我们先请邝美云，你先来解说第一号的这个十二岁的金敦。我觉得他很用心，很用心。表现都很好，前途无量啊！才十二岁，你看看，对，而且年纪很轻啊，对呀、慢慢努力，慢慢努力哦。好，倪淑君呢，来为我们这个军配评讲评一下。我觉得小女孩好可爱，如果说我的话，我都没办法跳，所以我觉得军配哪有跳啦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搞错了，军配我很喜欢呐、我很喜欢，她弹的鼓子，因为我很喜欢这些东西，而且我最喜欢的是她。刚刚讲说男朋友的时候，他可以很大方的说那是我男朋友，对，我很喜欢这样，非常的开朗，非常谢谢。要因为这一句话，你看多要了几个分数啊！石文斌啊，一定要讲，石美美就让你来介绍了，讲话不要结巴了。对啊，史克伦啊，不是石美美。克伦让你来介绍好了。好，克伦同学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好。为什么非常好呢？有多好？好在哪里啊？我刚刚一直在注意他的表情，他的脸部的表情，因为我觉得他的肢体动作很好。那然后呢，我一边看他的肢体动作，我一直就被他影响了。然后于是呢，我就想说，我一定要看他的表情。结果我发现他的表情非常的自然，所以我觉得他的台风非常的好。好，谢谢三位评审的讲评。紧张的时刻开始了，到底谁是第一名呢？谁是我们今天的总冠军呢？这怎么看啊？这边啊，第三名可以得到的是厨师机，厨师机，它的总分呢是240分，总分240分，我们恭喜邱金敦，讲讲讲，第二名呢？第二名是价值2万元的电视机一台。我们恭喜史克伦到了第二。啊，君佩，你的男朋友也在哭了，你也在哭了，很高兴，对不对？恭喜君佩今天得到我们的第一名，我们请三位评审来为我们颁奖。来，一二三名，啊，第三名来。谢谢倪淑君，还有邝美云，当然还有施文斌啊、当然了，我们这一届的才艺美少女呢，到此告一段落了。有信心的同学，有信心的美少女，我们明年见，拜拜。